我把披楼藏花手的实战分享给大家。来，敬礼。好，开始。走，慢走。走这个哈，打这个好。这个、啊，对啊，这是两个哈，两臂先接触一下子，感觉，感觉两个人动手时候的感觉啊。这个因为练习打散手技击时候，肯定是要胳膊与身体、腿部位接触。啊，咱这是这哈，这是定步的啊，找一下这个感觉，啊，感觉好，啊，我上步，你侧步啊，啊，预备开始，好，啊，预备啊，加入开始这样哈、啊，好，手肘胳膊，好，一、二，我上，三、四，好，走，哎，往前打，往前一打哈、啊，往前一打一防，好。防好，对，哎，啊，沾点硬，一定穿出去哈、啊，